怎么点的全这些垃圾食品啊？这样会使身体胆固醇增高的。你不知道身材管理对艺人很重要吗？吃这么多想不想出道啊？也是，但倒掉太可惜了。哎，倒什么呀？我们帮你解决嘛。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是尹生，洪流人，我是想要这人质一起进的公司，希望能一起出道。说到出道，我无意中看到过新项目的资料，候选名单里看到你们俩。其中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说会是谁啊？肯定是我呗，我能唱会跳又会乐器，组合又不需要乐队。我从没想过会出不了道，也没做任何打算，但如果真的不行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就是在台下为你加油。台下那么远，怎么看得到？尹深，真的要去吗？听说训练很苦，能出道的寥寥无几。所以呢，要和我一起疯吗？你的话，奉陪到底。是我拉你进来的吗？要走的话，我也陪你。